杨立维，待会我会为大家带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火舞演出。在我的表演开始之前，有几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遵守。在我的身旁有一圈红色的围场绳，那个红色的围场绳之外都是非常安全的，但在红色的围场线之内是千万不可以进来的哦。所以我希望大朋友们可以管好自己家里的小孩，不要让他们去玩那条绳子，或是超过那条绳子的界限，可以做到吗？这边可以吗？可以。太好了，那这样我就可以安心的开始我接下来的表演。那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的表演总共有15分钟到20分钟，这个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我还是希望在场的想要看表演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坐下来好好的欣赏我接下来的演出，也让后面的观众都能够看见我待会要为大家带来的表演哦。可以坐下哦，可以坐下哦。好，那我的表演就准备要开始了。表演开始之前可以给我一个热烈的掌声吗？谢谢。
我的表演还没有结束，我还有最后的五分钟要献给大家。但在我的压轴表演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给我几分钟的时间，让我好好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 Coming True 即将成真火舞团的团员，我的名字叫做杨立维，杨桃的杨，站立的立，还有微笑的微。 在我们的火舞团里面，一共有13位成员。我只是其中之一，但这每十三每一个表演者，大家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在这边，我为大家献给的这一场表演，也诉说着我的梦想，那就是能够做一辈子的表演。我从10岁开始学习表演，到现在已经过了17年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长，我度过了学校生活，度过了工作的、毕业的生活，也度过了结婚的生活。现在我一直都还是只有这一个小小的梦想。接下来的演出是我学习火舞以来的这4年所做的第一支表演，它带着我去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希望大家会喜欢。
来看我最后一场的活舞演出，你们愿意再给我30秒的时间，让我再介绍一次自己吗？好，你说什么？杨立威，杨立威，杨立威，没错，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谢谢。我的名字就叫杨立威，杨涛的杨，站立的立，微笑的微，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做一辈子的表演。看过我刚才的演出的话，我希望在场的各位，如果心中也有一个小小的梦想，也能够像我一样，一直努力，一直坚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闯下去就对了。我相信在这一段闯荡的路上，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惊喜，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喜悦。 真的很感谢大家留下来看完我的演出，待会我会在前方放一个属于我的打赏箱，那是我的梦想基金，毕竟我要演一辈子，我可能会演到99岁。我希望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表演的话，待会可以给我一点打赏还有支持，让我在将来的街头人生可以更顺利、更顺利的走下去。谢谢大家，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